右腿的膝关节前半侧有点异样，被你看在海边上在巡逻啊，巡逻啊，远远的看到他的右后方啊，右后方有船啊，他脚啊往右后方蹬了两下子啊，蹬了两下子，引起了海浪啊，哇，很大的浪啊，很大的浪啊，很大的浪啊，把船呢、啊，点走了啊，点走了。如果他感觉，他回头在巡逻的时候看到那还有船的话，啪啪啪，他脚蹬几下子，就形成了浪啊，就把那些船就点走了啊，他就在干这个事，现在就在干这个事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